张三在楼上站着啊，下面800个手机都对着张三啊，结果张三徘徊了2个小时，老子手机都快没电了。我说跳不跳啊，今天没带充电宝，快跳好不好，这么冷。啪，跳下来了啊，我拍下来了，发了一个朋友圈，哎，一条生命就这样终结了，有一点难过。我发现天上有一块巨石朝张三头上砸过来，我飞起一脚把张三踹倒，这个巨石砸断了他的腿，然后他伸出手说，大哥救救我，送我去医院吧。我说不行，我还得上罗老师的刑法课，走了。结果当天晚上下雪，他被冻死，请问我构不构成犯罪？不构成犯罪。为什么不构成犯罪？因为我是升高危险还是降低危险？我分明是降低危险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天哪，好厉害！哇，好大哦！嗯，大吧？哎，好大！